射一个拉一个推嘛，原来。就到那个地方，就是那个地方，就是水上牵引刚才。耽误多长时间吗？一个晚上。明天早上到了。时间了，明天中午我们也就到拉萨了。你节省一下能干什么吗？我可能过两三天要回家。关键你一个人骑车担心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们晚上我们大家都住羊八井，你一个人非要去拉萨，啊，可以，你让朋友来接可以的，开车来接吗？是请问小姐，开车下来你摩托是什么？拉过去吗？拉走放机。你现在马上给你朋友联系，让他到羊八井等你，我他从那边过来，我们从这边过去差不多时间，这样可以的。然后你就到拉萨，他可以，你就回去处理你的事情。到时候我们阿里大不先走完了，到时候看时间嘛，好吧。真的是。是什么？真的是家里有事。我相信啊，我就是担心你这一段，你知道吧？你如果朋友来接可以啊，好吧。现在已经抵达当雄，现在是7点钟了，距离拉萨的话还有161公里。距离羊八井还有80公里，今天我们准备在羊八井去泡温泉。现在我们到达当雄加油站，怎么了？让我们去找他们县政法委，说他们这6点以后控油，他怕出事情，本地的都不给加。他说给你们加了，我们本地的人也都有意见，主要是县政府统一规定。那他们车走不了了呀，关键是没有了。你们住到这吗？然后明天早上早点起来过来加嘛。一早上80公里，你们都小明了。当雄的加油站太远，那就不给加油。就罐子和他的车。我这个我80公里我没问题，只是80再拖我不敢跑。后门呢？当雄是一个奇葩的县城，刚才那边加油站不让加，死活不让加。然后这边加油站来了，登记三证：身份证、行驶证、驾驶证，就可以加油。你说奇葩不？哎，有什么没个违法呀？真是一个奇葩的现象。现在我们买到油了。到，对，就是应该问他要文件，看一下。哦，刚才咱忘了，我应该问他要文件。10点钟，我们到达了这个离拉萨还有95公里的叫做什么？羊八井。羊八井镇。然后我去找了街上三家旅馆，有一个是温泉旅馆，688一个房间，然后加98泡温泉，但是房间住满了。然后有两个比较差一点的，有一个关门了，另外一个他妈的100块钱一个人，没水没电没有网络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里。还不知道怎么办呢，继续往前走吧。商量一下嘛。商量一下。休息一下。主要是没水没网，没，又是没水，洗脸都洗不了。还100块，好意思收吗？100块钱一个人哦，那是4人间。3人间要贵一些，2人间更贵。他这样算的。这里太高端了。哦。何老师，何老师，买点红牛干过去。就是。你笨了个劲头，吃饭吃饭，丢丢，吃完饭，干到拉萨，干，吃热干，一个字。明天好，明天睡到自然醒，把车弄干净，去布达拉宫门口拍照。好，出圈出大，手抽筋呢。今天睡到自然醒，出圈出大，手抽筋呢。羊八井的检查站，这里重庆川菜馆非常不错。然后我们吃完饭以后，直奔拉萨。今天现在已经11点多了，我们还是准备赶到拉萨。一群疯子，还有38公里到了拉萨，到目的地现在在半路休息，现在已经12点多了。嗨，兄弟们，回头看我，爽不爽？爽。
真的是从白天骑到黑夜啊。帮我点一根。现在还在下雨，7月10号的2点钟了，然后我们已经到达了布达拉宫。布达拉宫现在是没开灯。然后明天过来看，现在我们车队已经过来了。明天再过来，明天再过来。